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。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成的，鲨鱼的鱼鳍是如何被割下的，以及每年有7000多万条鲨鱼最终是为了鱼翅汤而送命，你还会购买它吗？有将近1/3的鲨鱼物种都濒临灭绝，但是我们可以拯救它们。请记住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你吃掉了这个鱼翅，那只鲨鱼就死了。因为鱼翅的需求，现在每年有超过7000万只鲨鱼死去。如果我们因为讲面子而吃鱼翅，使鲨鱼都死光了，那真是最没面子的事。请不要食用鱼翅。相信品牌的力量。小鸭子游啊游啊，游上了啊！你自己看啊，妈妈待会儿再跟你讲。嗯。忙了一天了，歇一会儿吧。不累。妈，躺躺脚啊，对您的腿也有好处。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。海翔，倒点茶来。我们不应该害怕老虎，他们应该更害怕我们，因为人类的捕杀，他们濒临灭绝。海翔，老虎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食品和药物，老虎属于大自然，请帮助我们，不要让2010年成为最后一个虎年。请抵制销售虎豸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中国中央电视台